美国人类的希望。让我们翻开近代人类史，美国改变人们生活的绚烂篇章。1879年，科学家爱迪生发明了第一只电灯泡，从此将世界带入了光明。100多年前，贝尔发明了电话，让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犹如近在眼前。亨利·福特让汽车变成了现实，莱特兄弟让人类飞上蓝天不再是幻想。1946年，数学家诺伊曼让第一台电脑诞生在了美国。35年前，互联网在美国应运而生。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科学家，以彰显他们为全世界男人带来了自信。然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人们充分享受着美国带给人类各种文明的时候，在地球饱受摧残，环境每况恶劣，尤其在中国，空气、水源、食品已被严重污染。在首都北京，肺癌发病率比10年前升高30%以上，孕妇畸形儿高发至25%以上的状况下，此时的人们有谁不更加渴望让各种病魔远离自己，让自己的青春停留再停留，让自己的生命延长再延长。那么，美国能再一次肩负起人类的使命，把这样的福音送给人类吗？答案是能。2009年9月9日，一个带着造福人类最新生物科技成果和最迅捷传播方式的商业帝国，美国杰斯环球集团，肩负着全人类的厚望，在美国有着生命之源美誉的佛罗里达宣告诞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究这个新商业帝国缔造的生命神话吧。杰斯代表了全球最先进的生物科技，加上互联网，它的商业模式是交互式网购。杰斯只做两个推广，第一是细胞管理学，第二是互联网运用。这是杰斯全球网站，点击中国香港就进入了中文网站。这是一家网上加盟、网上连锁、网上专卖的全球跨国公司。杰斯的重大研究成果是成人干细胞技术，让你在远离肿瘤、癌症及各种辐射威胁的同时，还可以让你年轻很多。杰斯的成立透过互联网，使得产品覆盖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年时间，在全球建立了12家分公司，公司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和顶尖的科研团队，所有产品与诺贝尔家族及欧美一流专家独立研发，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技术，在全球影响卓著，深受消费者推崇。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美国著名新闻主播芭芭拉以及众多好莱坞影星等都是他的拥趸。温家宝总理提出力争让中国在干细胞领域取得长足进展，而杰斯独领人类细胞管理之革命，开创生命健康新时代。让我们来认识杰斯核心研发成员。这位是威廉博士，为公司研发首席顾问，拥有40多年丰富的医疗研究经验，成就斐然。这位是全球著名医学专家纽曼博士，他是干细胞技术美容创始人，专攻整形外科、皮肤外科、镭射技术以及抗老化技术的研究领域。
掌管美国比弗利山好莱坞整形中心。这位是美国著名医学专家蒋帕帕博士，他是美国抗衰老协会主席，专攻 DNA 技术，现任美国航天中心首席太空医学顾问。这是杰斯的三款外用产品：复活精华露、晚间修复霜和保湿日霜。精华露可以让我们皮肤高度年轻的秘密，主要是精华露内含有248种干细胞生长因子，激活了细胞的再生功能。它几乎可以由内而外地解决皮肤面临的各种问题。让我们透过一组照片，看看使用杰斯护肤产品后的变化。这是使用19天后眼袋的消失。这位男士使用了半张脸，6周后我们看到他右侧眼角的鱼尾纹明显消失。这是暗黄和痘痘，使用后效果明显。来看这位男士用完后，黑头和粉刺明显消失，额头的疤痕也抚平了。所以精华露不仅让我们年轻，还能够修复伤口、妊娠纹等。他的皮肤一看就是有严重问题，但是用完后恢复得很好。这位女士和她的老公都是杰斯会员，也是台湾的作词作曲家，用完产品后感觉非常好，于是创作了杰斯之歌。这组照片可以看到用了90天以后的效果，这是烧伤使用后的效果，这是皮肤受伤后很快愈合并且没有明显的疤痕，这是皮肤使用精华露前后6周在显微镜下的比对，这是保湿日霜。日霜是采用诺贝尔奖水通道的原理，发现细胞膜是有通道的，我们看到细胞膜因吸水而长大，这是使用前后立即保湿的效果，连续使用14天保湿度提升了600%。这是修护晚霜，可以让细胞的保水度高达85%，两小时内减少细纹和皱纹，提高肌肤的紧实度和弹性。修护晚霜也是采用干细胞技术，内含200多种生长因子，有效促进了细胞再生，使皮肤产生大量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延缓衰老。现在让我们一起认识杰斯最重要的口服产品之一，佩泉精华。佩泉精华的主要成分是白藜芦醇，各国医学界都在研究白藜芦醇，但是它的提炼技术非常难，目前全世界只有5家公司可以提炼，美国3家，欧洲1家，日本1家，杰斯就是其中一家。白藜芦醇经哈佛大学及美国抗老化研究中心和英国帝国科学院证实，是本世纪最具有抗老化成分的物质，也是抗生素问世以来医学界最大的突破。让我们来看白藜芦醇的神奇功效：延缓衰老，恢复生理机能，增长寿命，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脏病，预防高血压、凝血症、血管阻塞，帮助血液循环，预防骨质疏松，促进心骨形成，抗发炎，促进新陈代谢，抗癌症，抑制肿瘤扩散，控制血糖浓度，平衡胰岛素分泌，舒缓更年期障碍、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前列腺问题，抗哮喘、抑郁等。白藜芦醇为什么如此神奇呢？主要就是修复细胞，因为人类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细胞受损而形成的，如果把细胞修复好了，那么我们的身体机能自然就健康了。
据科学推测，坚持使用白藜芦醇将让人类的寿命延迟10岁以上。杰斯研发的配全精华每包含有白藜芦醇的含量等于186瓶红酒的含量，消炎功能比阿司匹林高60倍，抗氧化能力比维他命高800倍，高效辅助抗癌症治疗效果。这是台湾的一位帕金森患者，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但口服了白藜芦醇3个月后基本自理了。这是台湾的一位艺人，喝了白藜芦醇后白发变黑发。白藜芦醇对防止白发的生长和脱发都有很好的作用。这是重度糖尿病晚期症状，喝了白藜芦醇后伤口开始愈合。再来了解口服的 DNA 早晚修复系列 AMPM。 AM 早上吃2粒精力充沛，PM 晚上吃2粒，让我们睡得更好。DNA 早晚修复系列主要是通过保护染色体的端粒，激活端粒酶，从而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使年轻和衰老细胞维持平衡。那么，什么是端粒呢？端粒和端粒酶是掌握细胞分裂和衰老的上帝，破解生老病死的密码，发现慢性疾病产生发展的根源，让人类看到了延迟寿命的曙光。端粒技术200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被科学家们称为生命的使者。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大地震核辐射危及日本灾民时，被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等科学家大力推荐的抗癌神器博佩乐，其主要功能就是高效清除身体内的重金属及各种来自环境、食物、水源等的污染物质，抗辐射和抗癌症。每250公斤特殊产地的苹果只能提炼1公斤的博佩乐。杰斯所有产品获得美国 FDA 食品药品认证。如果你渴望自己拥有青春和健康，请打开电脑，点击 www.genesglobal.com 去游历这个神奇的生命世界。如果你还不能熟练地在杰斯环球网站中自由地游历，那么推荐你观看这部片子的人就是你最好的问题解答者，去请教他吧。祝福你新生命的拥有者。公司的顶级产品，杰斯选择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网上购物模式，类似淘宝，但不同的是，淘宝局限中国大陆，而杰斯覆盖全球。网上购物大家耳熟能详，因为仅中国的网购人群已经达到了5亿多人，并以迅猛的速度高速发展。马云放言，未来网上购物将彻底取代商场式的传统购物。然而，大多数人只是在网上花钱，并没有利用网络带给自己财富。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把握机会，了解一个互联网的新型模式——交互式网购，让你有机会成为当今最具有前瞻性商业价值的淘金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网上消费转化为网上投资，并持续创造财富。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美国杰斯环球集团为人类贡
奉献了这样的商业机会。那么如何购买呢？一，网上加盟。首先可以进入朋友的网店，以零售价购买，点击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二是通过注册自己的网店成为会员，点击马上加入，输入个人资料，公司就会给你开通一个全球网站。开通后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以会员价来购买。每一个会员的网站都是国家互联网二级网站。二，网上专卖。世界任何国家熟悉或不熟悉你的人，只要进入你的网店选购产品，你就可以获得零售利润了。三，网上连锁。世界任何国家知道或不知道你的人，都可以通过你的网店注册开通他们的网店，而他们的网店就是你的网上连锁店了。你的连锁店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杰斯网络平台是全球一体化的，所以为了统一全球不同货币，它有一个换算单位叫 CV。 公司对每个网店的购物额没有任何要求，单件产品或套装都可以，所有购物都在网店直接支付。世界各地的万事达和 Visa 信用卡都在为杰斯公司24小时提供服务，多币种瞬间交易。当你在网店支付成功后，产品由物流公司送货上门。那么如何提取收益所得呢？当我们收到货品的时候，里面会有一张国际现金卡，拿着这张卡可以在任何国家的银行支取你的收入所得，而且是所在国的货币。这个全美成长速度排名第三的公司，到底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收益？需要怎样的先期投入呢？带给我们的收入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收入，另一种是持续性的收益。先期投入约2000到2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自己体验使用的产品，成为杰斯全球网店的拥有者。先看一次性收入，比如我们购买一支精华露，如果不是会员，价格是140美金，而会员是89美金，中间会有一个差价。如果非会员到会员的网店购买，公司就会把差价奖励给会员，并自动进入你的电子钱包，这是消费奖。其次是推广奖。如果我们推荐了一个超值商务套餐，约2000到3000美元，公司系统会瞬间奖励你1000积分和500美元的推广现金。第三，积分奖励。当你成为会员后，公司会为你建立左右两个市场，当两个市场相加，积分达到900分的时候，公司系统会立刻奖励35美金到你的电子钱包，秒钟结算，日结日清。第四，管理奖。比如你推荐了8个网店，那么你就会获得这8个网店积分的20%。如果推广了12个网店，你不但可以享受第一级网店的20%，而且还可以享受第二级网店的15%。如果这12家网店成为合格网店，你就可以分享第三级网店的10%。这时候，恭喜你，你已经成为蓝宝石高级经营者了。此时你的月收入大约是2万到8万元人民币。当你的身后产生出2个蓝宝石网店，
碰局达到200局，也就是大约18万积分的时候，你就成为了红宝石总裁，月收入约10到25万元人民币。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到第四级的5%。当你的身后培养出4个蓝宝石，碰局达到500局，积分约45万分的时候，你就会荣升为绿宝石总裁，就可以拿到第5级的5%，你的月收入约30到50万元人民币。当你的后面达到6个蓝宝石，碰局达到1000局的时候，你就荣登钻石总裁了，这时候可以拿到第6级，你的月收入约80到100万元人民币了。当你的后面培养出2个钻石，碰局达到1500局，你将加冕为双钻石总裁，这时候就可以拿到第7级的5%。当你成为钻石和双钻石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全球总业绩3%的分红，等同于公司股东。此时你的月收入将非常可观了。杰斯首席榜样，美籍双钻石总裁 Kim 惠女士，用短短的3年时间获利超过了5000万美金，将自己从一个辛苦的职业女性摇身转变为千万富翁。61岁的成都女士 Tina 早年移民洛杉矶，以保姆为生，58岁加入杰斯，让其3年收入超过了600万美金。此片的推广人，美籍华人周佩林女士，今年初荣登中国大陆首位月入100万的钻石总裁。杰斯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财富，而更让这3位不同年龄的女人年轻、健康、活力四射。杰斯2012年业绩8.5亿美元，以目前9名钻石总裁计算，每人的分红会惊人的可观。目前杰斯在全球缔造了200多位年收入超过100万的富翁，而起步较晚的中国大陆也已产生了20几位100万级会员。以上我们简单告知了你如何成为杰斯加盟者的途径和方法。如果你希望深入探究杰斯的经营之道，那么请你观看此片的人将是你最好的问题请教者。杰斯成立伊始，为联合国全球贫困儿童基金持续捐赠，你所经营的每1元钱都包含了对贫困儿童的帮助。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慈善家，而又苦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许杰斯让你美梦成真。如果你置身竞争激烈的传统生意而挣扎迷茫的时候，或许杰斯是一条光明大道。如果你想周游世界而又囊中羞涩的时候，杰斯的免费旅行或许正等待着你。如果你想投资移民而又财力不足的时候，杰斯或许帮助你资本殷实。如果你想购买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又不愿向父母伸手的时候，请向杰斯伸手。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晚年有充分的财力保障，那么请加入杰斯。如果你身边需要一位激励你人生奋斗的榜样，中国区唯一的一颗璀璨的钻石总裁周佩林女士将亲情告诉你她如何用800天的时间从零收入到月入100万的传奇经历。如果你想得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心灵自由的时候，
杰斯，只有杰斯可以带你自由翱翔。请打开杰斯全球网站 www.jnesglobal.com， 一个充满了青春、健康和财富的大家庭，